年27岁嘅丁子朗，近年获得无线力捧极速上位，仲喺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1获得飞跃进步男艺员。但近日竟然有网民发现佢头粒子朵现身尖东街头，唔通系出咗咩事？原来佢只系喺度拍紧无线新剧。由网民分享嘅片段所见，虽然天气非常热，丁子朗同埋孔德贤两个人都认真对戏，非常敬业。至于同场仲有大苏美腿非常吸睛嘅龚嘉欣，丁子朗之前受访嗰阵曾经透露，剧中佢会同龚嘉欣抱出子弟恋，这个是两个人继坚尼地爱坚尼地之后再次合作。